我不是在乎生死的人，但是我在乎这么死。打德鲁伊其实啊，我可以起手留这个的，我认真的。德鲁伊跳费跳得很快，等一下搁那什么导演不？导演，然后泰坦一拍，我给那助能给他泰坦拉过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像阳光，我不知道他那个牌是怎么计算的，反正他又是随机加的。他说随机，你信吗？有这种所谓的随机概念吗？谢谢杰夫的一个选人榜吧。哎呀，你说到随机，我不得不提一下猎人当年那个2费5-4的锁头怪，这是随机吗？场上不管几个怪，他可能永远打头。你跟我讲他随机，你信吗？我还有两口就要把这个芝士囊吃完了，多少有点不舍，怎么办？我还要再去买，明天再买一个，谢谢啊，15块钱，开玩笑。只是在商场里面被这种音效冲昏了脑子而已。正经人谁会买这种东西啊？嗯，想想我怎么撞好。我准备好了，这套不带海拉，海拉没有用，这套靠场面打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我这套牌的怪可以出得很大，当然撇除出了722啊，最近挺火的。你最近喝了那个什么青椒拿铁吗？这不是当下最火的东西吗？我朋友圈打开一看，那个图搁那疯狂在那晒青椒拿铁，我这个人都不好了。我们和谐共存。老邓，你看我这个牌的进攻力和压制力还行哈，给我老邓来一个花园，我是打骑士的。疼啊哥们儿，必的。滚蛋，把你打到13血。哇，导演都算好了，你看我的天。我还搁那指望对面是个大怪，这边真是弱。奥数天赋请闭嘴。他带了些什么呀这个德鲁伊，难怪这么弱。如何能让他觉得这回合我没有那么尴尬？要不你激活一个泰坦，兄弟，他激活泰坦法力复原，搞点有的没的的，我给他拉过来过个牌。我现在过牌全靠你了哥们儿。你不泰坦我怎么过牌呀？他手里面一堆啥呀？酒杯泰坦不了一点，人家有激活。活着老邓 OK。你敢追梦吗？我觉得算了吧。Okay. 没办法，你不敢拉他过来的。说实话，就拉一个频率东西不能打，这么多小杂毛，你还是得清的。我这把只要抽个最强音，让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叫宇宙最强音。我完蛋了，这把谢谢孤独查理送的圣诞。
打一二。老大，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。漂亮，对面四杠十，没事，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。我能撞，让他满血了，我觉得撞了吧，稳一点。早晚是要解的，等一下没格子了。这作死了，我跟你讲，他十张牌，你等着爆吧。追梦不可靠，我有可靠的牌，我抽不到，哥们儿。我也知道他信不过，那怎么办呢？只能麻醉自己，他能相信吗？就跟这个，我跟自己说，这个芝士囊很好吃是一个道理啊，是不是？没什么关系的呀。What are you doing? 你自找的。我的事情不多啊。我的手牌满了。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。我这个红龙，到最后三四张牌才能亮，真的。谢谢 ASDQWDJ 给我送的圣诞礼物。我这红楼真的亮不了的，我这个牌都是重复的牌，亮了吗？已经真的吗？亮了 ，Oh my god， 亮了！天哪，他也没打，凌霜星保护着我们，对面要爆牌。亮了，等等，我想想。我会竭尽所能，保持感受治愈的节奏。我等等，我最强音了，我这把消耗了好多尸体啊！我的手牌已经满了，真的亮了，兄弟们，认真的，它亮了，没修吧？你看这么墨迹，没有修，我还不爆牌，我跟你讲。死棋是没有本质的龙的，所以它的龙不会很厉害，就中立这种龙，这种蓝龙啊，那个什么一色拉呀。我这这个能过二十费的，我觉得这回合我要出牌。我贴这个，我要爆牌。下一回是八费了，八费最好是什么？我已经没有卡牌了。漂亮！对面最后一张沉底了，是修啊！扭曲虚空，这场面扭曲虚空在搞笑，还好意思搞笑说扭曲虚空？我先要去回点血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他修爆了，如果我最强赢，哪怕打不死，我把血量抬上来，这把我机会也很大。德鲁伊解不掉场了，德鲁伊导演也交了，修没有了，我靠最强赢战场，我也踢死他了。但是我最强赢啊，兄弟们，炸裂要爆了！生命的残疾，
我觉得我可能做了这么多事，最强音没了，这不是伏笔，我要保这个圣盾，我不希望他送掉，这样我只包一张牌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没有卡牌了，我向世界赠下这份礼物，求求别说话，不好意思。就我再给你们分析分析。我给你们分析一下，首先龙也拿不到，但是我拿对了太阳，这个是龙，稳住，我的手太软了，再看OK， 我这卡组怎么这么强？现在这个环境稍微没那么快，这个门真的可以哦。你看看，我还有最后一口，我有点不太舍得吃了，怎么办？我这个芝士囊，你看，今日消费15元。豆冰送的雷口助威，阿娘，谢谢 Fred Jackson 送出的麋鹿机甲，阿娘，哥们儿你打得好啊，把我这个门给，啊不出啊，没必要出，真好了，谢谢请熊熊喝果汁送的一个平安。直播间2000多位观众，我来问一下你们啊，就也其实不是扎铁嘛，对吧？你们现在可能看我直播的，我觉得吧，等等，这里出门可以撞他，节奏还好，但是这里我有点想打这个，这里打这个以后可以消耗4具尸体，下回合我可以打这个5，只是这么考虑的而已啊。问问看你们这个点看我直播又是对吧？哦，还没到12点，还没到平安夜，你们都单身吧哈？好一下。不扎你们，哎，随便聊聊，没事的。不是怎么我的，我就聊一聊，关心一下你，是吧？明天有约，约了自己对吧？去买那个芝士囊，我知道。怎么就闭个胆呢？我关心一下我的观众。现在这种时候，是单身也要跳出来。我有另一半的，真的，开玩笑。何必呢？搭自己人，你有没有我还不知道。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。你看这个东西，我消耗了8具尸体，对吧？它初始是一个6，现在变7了，你敢信？多么的弱！没有，我这个关心你们，你们为什么老是把我的关心扭曲了？这个就很没有意思。9级粉丝牌感觉好低，没有，粉丝牌又不分等级低不低的，他们就等级高，觉得自己是黑粉头子，确实黑粉头子，对吧？可能各种吐槽我，没事儿，我忍他们，早晚有一天给他插了。炉石火的时候，女生其实蛮多的，在黄金赛现场我也能看到蛮多女生的，虽然很多都是男朋友带过来的，就现场啊，男朋友过来参赛，把女朋友带过来，顺便秀一秀，这种，哎呦，我真的见过蛮多的。你觉得我要给他弄过来吗？我觉得我不要吧，赶脚没啥必要，因为我这可以拉他冰主。灵幻堡垒坚不可摧，我都愿意。然后我跟你讲特别搞笑，就是黄金赛那个摇臂啊，他们不是有那个现场活动嘛，对吧？然后那些因为观众喜欢看妹子嘛，然后那个摇臂老师经常找妹子上台，然后每次一问，哎，你是怎么来的？陪我男朋友来的。你说这两个东西搁那拿着两个，我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太好了啊？打10了，哥们儿，这里出一个怪，他出个冰主，给他冰主一样，或者我可以这个加这个，我这个牌脏得很吧，我这个牌有各种各样的克制对方的手段。
搞了半天才打实啊。摇了吧，你看我又有这个又有这个，这个加这个，哇，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加这个，呵呵呵呵，哎，他搁在老妈那个二杠一，我实在看不上这，出点大怪格，我要饥不择食了，这什么鬼东西？看得上吗？可以吧？骚气的是这个怪还站着，你敢信？再出个蛋，防对面等一下来也来拉我。十四，对面都看闪了。要卡组吧？不给你，我这个牌很阳光的。对面是个法师，我要留这个吧。说实话，法师没有用的，因为当你看到对面大怪的时候，你已经没了，所以不留。法师第一没什么大怪，当你看到对面媳妇儿，你也已经是个尸体了，所以打法师女王是没有必要留的。我很阳光，是的呀，跟我知识囊一样阳光。多么阳光的一套牌！女王没有很重要，只是有女王的话可以稍微加一加那个强度而已，不重要。完了，七二二又要来了，在线等很急。七费里面最好是啥？你说我要不要硬币出个五算了？我这里面真的不太靠谱。不是我怂啊，这是一个很压制力大的打法，因为来了这个硬币是可以扔的，如果你下游河没有节奏，你就可以不要这么打。下游河三加二多好啊，他去哪儿搞了个这，我这里面出不来泰坦。哎，我不是跟你们解释过好几次泰坦是出不来的吗？三吗？吃一个怪，王宇吐出来，吃了别人的还得拉出来，这个意思。一吃一拉，懂了吗？通俗易懂。只需一瓶，保值百遍。带淤泥是稳定加一个派系的法术啊，稳定一个邪能啊。沐浴我的光辉，英雄乱斗出完就到迷你包了。脸哦，血赚门能用了，里面还能再出一个四杠四，下一回这又能用了。我需要抽最强音了，你看我这个牌消耗尸体和用尸体很快很快的，看不上。完了，我要出七费怪了，怎么整？我觉得我还是出个八费怪吧。最近我对我，哎呦，完了完了，这哦，对对对，没事，没有算错，大，什么鬼东西？下一首冰主，再下一首最强音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，能听懂吗，发牌员？
给他了什么泰坦最拉的呢？我拉这个过来没有用啊，我觉得。我们的信仰可不是这样。对面有泰坦，我等泰坦吧。我拉过来真的没有用，这个能过冰主。我撞个他拉个四杠三，那也太弱了。对面术士泰坦，不是吧？总有一个是好的吧。Thank you very much. 局死了不重要，但我死得很憋屈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在乎生死的人，但是我在乎这么死。赶紧跑，人头不能给。稳住心态，我要崩了。